再创纪录。王俊凯三条破亿微博转发总数近六亿网。一娱乐一月二十三日报道，近日王俊凯又一条微博转发量破亿，成史上唯一拥有三条过亿微博转发的艺人。王俊凯之前发布的一条十五岁生日微博，是史上第一条转发破亿的微博，截止目前已经突破三亿五千万转发。随后17岁生日微博也转发破亿，而近日又再次打破自己的记录，首支自己餐与创作单曲数独的发布微博成为又一条破亿转发的微博。刚刚年满18岁的王俊凯，作为唯一拥有三条转发过亿微博的艺人，超人气偶像的实力用数据说话获得强势认证，引发粉丝和网友的支持与热议。史上第一个三条微博转发过亿的艺人出现了，最棒的王俊凯，谢谢你让我们这么骄傲。本文来源网易娱乐，责任编辑张月 NBGS 5410，分享赞相关阅读。